这个轨道一共六米长，都是用这种两米长的脚体连接在一起的。因为这个地非常的不平整，所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这两个轨道保持水平而且相互平行，误差应该在一毫米以内。我们来放上滑台看一下滑动是不是顺畅。我用的是这种微型的滑轮，它里面这个槽刚好可以卡住这个脚体。焊完之后这个变形量太大了，这里已经对不上了，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给它垫一下。感觉效果还可以，滑动起来也比较轻松，没有太大的阻力。